吸湿排汗，抑菌除臭，银离子系列，恶名昭彰，打造最强大机能服饰。其实我们来放个马后屁话跟大家聊一下。其实我刚刚看到他那个官将手，是不是？那叫官将手，还叫家将出来的时候，我有点感动，跟一代一样哦。一代我就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游戏可以看到台湾的神明出来，然后变超帅的，我就鸡皮疙瘩，我就觉得终于有没有有那种感觉？有没有？就是你去玩很多游戏，你可以看到国外的神啊，任何的神明都有，任何的虚拟的也有，各种神力。可是你看到自己台湾的东西能做出来，你就觉得干，就觉得很震撼，就觉得很帅，就觉得是蛮帅的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我就觉得真的很帅，真的。一代的那个打鬼，他那个，我要找一下他有没有。一代的那个时候，那个出来的瞬间，我就觉得，干你娘，帅到爆炸，帅到炸欸。
超帅，超帅。真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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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帅！哦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台湾人的文化也是真的很棒啊！哦，所以不要再常常是常常这个啊，也是啦，也是希望台湾的这种宫庙文化可以越来越正面哦，越来越好。哦，那越来越少一点上新闻啊，什么打架开枪啊，砍来砍去啊什么的。哦，其实台湾的文化，这个的确是我们的文化，的确是我们台湾人的文化，然后也是大家从小到大的一个回忆吧。只是大家都会觉得嗤之以鼻，是因为我跟你讲，神明哦，他没有所谓的不好，不好都是人。哦，台湾的这个神明也帅啊，真的也很帅啊，真的也很帅啊。真的，我觉得超帅的。我很喜欢神明啊，什么神明我都很喜欢。但是人嘛，我他妈的人在举办的嘛，就我他妈就不是很喜欢，因为就会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。哦，所以我觉得这台湾文化是很棒的，台湾神明也是很棒的，但是就是人为的因素啦，人为的因素啦，哎，人为的因素啦。真的，我每次看到一些很帅的，像这个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台湾文化加分哦。有些人，有些外国人，或者说中国朋友，或者说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华语体系的，帅不帅？帅啦哦！来台湾看看，有空来台湾走走台湾的庙宇，走走台湾的美丽的风景。但是如果看到很多人在那边，玩 game show 怕就不要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最怕就是这样子而已，最怕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哎，好，哎，我问你一下哦，我那个佛牌寄来了没？我那个佛牌拿来了没？嗯，拿来了。来，我跟大家讲哦，啊，你包过来，你帮我拿个，我去拿，我去挑。这次馆长买了1000多个佛牌。花了 N 万就是要送的。那我先拿给各位看，好不好？那明天开始我们来抽。那因为这个佛牌呢，我买了1000多面哦，1000多面，那花了我哦。那希望跟大家结缘啦。首先还是跟大家讲说一个基本观念，就是说，希望各位如果不是很信这个东西的人，千万不要抽。第二个，希望各位抽到这个东西，尽量不要拿去卖，因为我也没有卖你嘛。第三个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，希望大家拿到这个牌的时候，就是相信馆长，就是要做善，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做善事，说好话，然后尽量帮助别人，这样你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。如果你拿这个东西为非作歹的话，你会有更严重的下场，因为折度金大的护法神是拉胡神，拉胡神是非常痛恨小人的哦，也非常痛恨坏人的。折度金神也是非常痛恨坏人的。如果你有在做坏事，就不要拜了，也不要抽了，拿到对你绝对没有好处，好不好？好，稍等一下，我去选，因为它有四大箱哦，我去拿一些给各位看。因为哦，我们这个佛牌有好几箱，所以我只拿了其中的3包。那我们这个东西它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哦，因为你太不了解佛牌的人，馆长在这边跟你讲，它有各式各样的形态跟形状颜色。那这个都是庙里面的东西，所以它的颜色非常丰富。那它是包最基本的防水壳，最便宜的。如果各位到时候拿到的时候要去包这个银壳或是镀金壳，你自己去外面弄好不好？那颜色方面有非常多，大小方面也有非常多，大到比我这边还要大的，像这一面，它这个就蛮大的哦，这个就超级大的。
你也可以带，或者说可以放在家里面做供奉。哎，那这个都是粉牌，就是说它里面是用土、陶土、香料，哦，他们这个诵经还有他们法会的东西去做的，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多。那我跟庙收的，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贵，可是如果你炒作之后，这个东西就会变非常贵，哦，就是很多啦，各式各样的颜色，还有一些是很老的牌，它你拿到的话，它如果后面是这样比较斑驳的。哦，或者说它只有刻法符的，这个都是折度金佛牌，因为这佛牌它有好几种类型，像这个就是老牌，就是比较久的，比较久的，所以它上面都模糊掉，这是非常正常的哦。馆长最初第一个佛牌就是模糊的，连脸都没有很漂亮，可是我很喜欢，哎，就是它有非常多的，它有非这次我收的是非常多的造型哦，什么造型都收了啦。什么造型都收了啦，哦，什么造型都收了。它正面的护法神会有非常多种不一样的类别，不一样的形态，不一样的。像这是拉胡神，哇，拉胡神在正这边，反面就是折度金神。它的形状各式各样，千奇百怪，按照他们法门做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多，所以，哦，这比较小一点的。很多种不一样的，然后它也有象神的，前面是折度金，后面是象神，哦，它的护法神都会有一种不一样啦，就是每一尊每一尊，依照每一个师傅做的，每一个庙出的，它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。我没有在卖哦，不要买哦，我没有在卖哦。哦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是公庙出的，正面是他们的庙。哦，反面是折度金加拉虎，那基本上买来就可以直接带，因为太多了，根本看不完。我看一些比较小的好了，因为太多了，我买太多太多，各式各样的颜色，各式各样的法门，各式各样的太多哦，太多，大大小小，你看这个又不一样了，因为太多东西哦，太多太多，像这个太多了啦，看不完。太多了，看不完，哦，像这样子，我看到没有？这个很细哦，这个很细。反过来是这样子，宫庙，宫庙，哦，就是他们的宫庙，大块的粉牌，那比这个牌比馆长的还要大，看到了吗？哦，这个牌比馆长的还要大，对，那非常多，非常多。看不完啦，这个东西，啊，来个绿色的，哦，象神是智慧之神哦，哦，有的后面护法是象神的，好，明天来玩，哦，这个他居然有必达遮脸佛，你如果拿到这个遮脸佛也是很好的哈，遮脸佛为什么他哦遮脸佛，他真的是遮脸佛，他把他手这样。哦，那个是遮脸佛，也有，他有参进来，所以大家拿到的话，这为什么都做遮脸佛啊？为什么这个是遮脸佛啊？对啊，必达为什么必达他必达给我收？算了啦，他也是拉胡加必达，为什么这样？庞巴干，庞巴干啊，他的干儿子啊，说错了啦，对啊，庞巴干。哎，必打庞巴干，然后后面都有颗，这个叫做他们的咒。你只要看到这个，就是他们画符就在上面。哦，这个是他们咒，必打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因为太多，然后太多样式，还有个绿的，我这看起来像玉哦，我看一下，我能挖这个出来。所以真的买太多了啦，因为几乎我是全收他们那个庙出庙的，哦，我老婆啦，我老婆帮各位收的，我老婆都说我要一定要多收一点来，哦，各式各样颜色，你看这个好特别，这黑的，这黑的，黑的，
很帅。这好多好多造型，各式各样的造型，各式各样的。总共1100多面，我们助理跟随务他现在在挑佛牌，来先送他们。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又是不一样的。这好多不一样的啦，这个我刚看到一个像玉的，这应该变透明，它是绿色的，玉很像玉的。对，我老婆说一定要拿来给你们，然后一定要赶快抽，她都一直在催我，我都这块粉红粉红的，这块粉红色的，这块粉红色的，粉红牌好漂亮，粉红色的。粉红的，前面有点偏红，后面有点偏粉，这块粉红粉红，这块好特别哦。这个都有法会，这个都去法会过了，这不用开光。他们做牌都做一次都做好几百面的啦。那这个是不同庙出的嘛？哦，这个是他的面相，你看他这他，你看每一个牌都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哦，这个面相就很漂亮，这个面相很漂亮，我给各位看，我看到一个好漂亮的面相，我给各位看，这面好漂亮，你看，这好像阿管胖的时候，面相很漂亮。后面还有生肖，有没有十二生肖？放在中间，好，那这个佛牌我就先收，因为有太多了，看都看不完哦，太多造型，千奇百怪，它这么多造型，哇，这个好特别，这个后面是什么？后面是重叠，前面是折度金。嗯，后面好像重底哦，为什么这次牌都？这是坤平吗？后面是坤平吗？后面是坤平佛，后面是，这不知道必达，这不知道是那个坤平还是那个重底佛啊？后面是折度金，他们庙很喜欢把很多神明坐在一起，很多神明坐在一起。对啊，谢谢30块斗内，我们会依照官网的等级来做抽奖哦。这个粉红色，这也是粉红色的麦克风。大少，大少你要吗？为什么他的牌都什么都有啊？天哪，收太多了吗？哇，这泰国国旗的颜色，天哪，这太多了吧！哇，这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我看到都眼花了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太多了哦，所以我们好，我们这个到时候我们抽就随机了哈，不分颜色，没有办法选，也没有办法选东西哦。那每一个佛牌都不一样，它每一个佛牌都长得不一样。这只这个面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壳换掉了，把这个壳换掉了，去换自己喜欢的壳啦。哎，因为呢，这个壳毕竟是最便宜的壳。哦，那各位可以去换个银壳，有一点钱的人就换个金壳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有机会的朋友们就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
就紫色的、欸，哇，都像神呢、欸。我们大家拿到的时候，有的是象神哦，这个是象神牌，这个纯象神牌，这块是象神牌，紫色的。它后面是写咒符，前面是象神牌，这块不是折度金哦。所以你抽的时候，有些可能是别的佛牌，因为我收太多了，它可能有混到。这块是象神，象神牌。其实佛牌要好看，就是要有一个框啊，有一个框就会让它加分。所以各位自己去，这我就不管了，你们自己去买比较好的牌，哦，买比较好的框啊，就是那个，为什么什么都有？就哇，看的眼睛好乱，整个佛光普照起来。他今天发的不懂惜福感恩的人，你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啊！你还是把你自己做好吧，把你自己成功，把你自己做好，就是最好的报复，好不好？这个做坏事的人没有什么好下场啊！做坏事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好下场，真的啦。哇，这个是什么鬼啊？这么大一面，好，那就是说跟大家讲，就是说我没有在做这个生意，所以你各位不要问我任何的什么哪一间店怎么样哦，这个我老实跟你讲啦，这1000块的佛牌，如果我回来我要去赚各位的钱的话，我真的是可以赚个几百万吧。哦，那就是骗嘛，哦，就是卖贵嘛，然后再给各位包个壳。我昨天才跟我老婆聊天，我说，哇操，你这样子，我如果开个佛牌店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妈在那边光赚这个包壳。帮他们换壳，然后换链子，链子一定是基本配备，链子又买个几条好看的帮他们换、然后壳再请师傅来、有镀金的，有镀银的，再给他赚。哇，我他妈的，我这间佛牌店一定他妈全台湾最生意最好的，一定他妈的要预约的，如果我要做的话啦。但是因为基本上我不是要用这个东西来赚钱，我只是希望跟大家结缘，你懂吗？就是哦，一个做好事的概念，把这个东西给大家，大家拿到这个东西之后，就会变得乖乖的，不做坏事哦，然后越来越好，赚钱哦，然后没有女朋友的交到女朋友，遇到什么挫折可以度过哦，没有钱的可以赚到钱，好，保佑各位身体平安哦。这个其实我有很多啦。就是希望各位会好啦，那就是不是用来赚钱的，赚钱各位真的要给我钱赚，买我的商品就可以了，去我的健身房就可以了。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不适合拿来做生意，虽然外面很多人拿这个来做生意哦，那我也没有意见。那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找阿管买佛牌，因为我没有在卖佛牌哦。那抽奖也是随机的哦，这面好漂亮。啊，每一面都好漂亮啊！这一面好漂亮，你看，给大家看，这个叫七龙哦，七龙，泰国的龙哦，就是这样。这面好漂亮，你看，这个叫七龙，七龙，有七个头哦，七龙，它有七龙九龙，然后这面转过来，漂不漂亮？漂不漂亮？这一块超漂亮，而且也是都浮雕的，这都是浮雕的哦。它都是浮出来的哦，它不是一个印哦，它是 3D 的哦。这块蛮漂亮。我家里佛牌本来就很多了啦，我家里佛牌至少也有个一两百面吧。那这次买这个单纯就是要送给你们的啦，哦，单纯就是要送给你。就是要送给你们的这样子。
我从明天开始抽奖，一天纯抽个50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开始寄送哦。那你有拿到佛牌的人，那就希望你就好好的哦，然后希望你可以赚钱，赚大钱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多做善事，多行善积德，这样就好了，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希望各位可以行善积德啦，这个最好漂亮。像我这样一块一块挑，我就想一块一块给他留着、欸。看这块，我想留哎、欸。好，我刚刚看好多块，我都想留、喔。这块蛮漂亮的，这块蛮漂亮的，这块女孩子一定会喜欢。你看，粉色正面，哎呦，白色加粉色，看那这一块简直是女孩子的天牌嘛！这块简直是女生，这块好漂亮哦、喔。桃红色的，后面是粉红色的，这边是桃红色的，然后折度心是白的，这个好漂亮，这个好漂亮，非常漂亮哎、欸。它正面有一点瑕疵啦，就是它那个有点粉牌有点脏，那个面相有点脏，不过它整个颜色是好的。对、okay, 这是不错的。Nice。 这块不错。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就是看不完你知道吗，就是每一块拿来看都觉得。哎呦这个迷彩的。这块迷彩的。什么？什么牌都有？这是什么？我回家问我老婆，拿到一些奇奇怪怪的，我是买太多了哟，他什么都可以掺进去，是不是？这块是什么佛啊？拿到一些奇，怎么里面都有掺一些不是折度金的啊？一下象神，一下重叠，一下必达，一下，我靠！我们这边没有阴的，我们这都妙出的，我们这没有阴的。哇，这块也蛮好看的。哎，我有点在收哎、欸，这块嘛是呢，这块小块，小块的，绿色。这个不是捆聘啊，不是捆聘、啊。对、欸，这是都是卖价哎、欸，他写多少？10142070编号了。好，那送各位吧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再聊吧。希望各位都可以拿到之后都可以这个大发哦，大发利市，大发利市，好不好？我们桌上都是，我叫他买收的，觉得有点奇怪，为什么3块，这4块拿回去，后来什么鬼东西啊，象神，所以到时候你们拿到象神没关系了哦，或者拿到必达没关系了哦，遮脸佛都没关系了，好不好？佛牌这种东西就是收藏而已，如果你们各位要去给它定一个价值的话，它没有什么，你可以说它毫无价值，你也可以说它超级有价值。我只能说这种东西是缘分哦，有时候你要拿去卖，你要拿去卖，欸、你要拿去卖，那真的不是很妥了。